短短几天的时间，我们在光影里重温了几十年那曾经的光辉岁月。那些历史的记录者们，用他们手中的镜头，在胶片上记录下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记忆，也记录下了普通百姓衣食住行的生活点滴。王老师，哎，咱们今天给大家放这部电影好不好？好，这是我刚在资料库里找的，1956年拍的《春节大联欢》。好的。哎，我相信很多人应该都没看过这部电影。现在提到春晚，大多数人一下子就能想到的是创办于1983年的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但是从时间上来看，拍摄于1956年的这部影片，应该是真正意义上的最早的春晚。亲爱的来宾们，现在我们的联欢晚会开始了。1955年，祖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三年，是个丰收年。鞍钢的工人超额完成了生产任务，为祖国增产了几十万吨钢铁，全国农作物普遍丰收，粮食和棉花的产量创造了历史上的最高纪录。为了庆祝1955年各方面的收获和成就，为了迎接更加光辉灿烂的1956年，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今晚邀请了各界人士来参加这个春节大联欢。这位是每天坚持写作一个上午的老舍先生，这位是老作家巴金先生，后边的这位是《暴风骤雨》的作者周立波同志，这是几位大家都认识的电影演员李陵君、白杨、赵丹，梅兰芳先生也来了，这位就是1955年回到祖国怀抱的空气动力学家钱学森先生。数学家华罗庚、历史学家范文澜、核物理学家赵忠尧、真菌学家戴芳兰也参加了这次的联欢会。哎，同志，这有秩序啊！对不起，我是赶到电影厂去参加晚会。你去啊，我们也上那儿去，我们还有合唱节目呢。宝林，这是怎么了？是啊，梅先生戏一完，就是你们俩的节目，怎么办？相声大师侯宝林先生以这样的方式出场，可能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这台晚会饱含创意，大师云集，演员的出场方式包括节目的类型一直都沿用到了今天。这位是著名的歌唱家郭兰英老师，在当年其实他早已经是家喻户晓的一个大明星了，但是我们看到在这台晚会当中，他并没有刻意的去准备华丽的演出服，依然是那么朴素、那么自然、那么亲切的在为大家演唱，而周边的这些观众也听得那么的投入。我相信在那一刻，他们拥有的并不仅仅是歌唱的共鸣，更多的是情感的共鸣。不怕风来，不怕
晚会中歌舞、杂技、相声、戏曲一应俱全。最重要的是，人们怀着对新生活的憧憬，处处洋溢着积极向上、喜庆欢乐的节日气氛。27年后的1983年，第一届电视春晚在中央电视台隆重推出，邓再军参与了导演工作。今天是大年三十，我代表我们这组的节目所有的工作同志向观众拜年。整个人心呢、觉得好像又沐浴了新这个，青春一样的，整个感觉的心潮澎湃，特别高兴。我记得第一次的那个电话的直播晚会，有电话介入的，就是这个四台电话，四台啊，给观众感觉气势很大，四百。为什么设计电话呢？我们是想通过电话，把李谷一唱的《相恋》，就想点播的办法、观众好多来戏，哎呀，那就播啊。你的声音，你的歌声，永远映在我的心中。从1983年至今，春晚已经逐渐成为人们不可或缺的年夜大餐。每逢岁末，一家人围坐在电视机前，在春晚的欢声笑语中共享团聚的温暖，感慨岁月的变迁和时代的印记。无论是1956年的春节大联欢，还是1983年电视台的第一届春晚，都伴随着共和国飞速发展、蒸蒸日上的大趋势。在克服重重困难、努力拼搏之后，生活的道路洒满阳光，街头巷尾处处朝气蓬勃，焕然一新。其实新中国成立之初，人们对旧貌换新颜的期待就是从身边开始的。为了改变环境恶劣、疾病流行的状况，确保人民健康，国家直接把爱国与卫生联系在一起。南起海南，北到内蒙，东至东北，西到新疆，到处都展开了轰轰烈烈的爱国卫生运动。在运动中，全国清除了过去多年来积存下来的大量垃圾，在北京故宫的非游览区清除了成万公方的垃圾，有些还是明朝遗留下来的。南京、扬州也清除了大量的垃圾。这部纪录片为了人民健康，是由9名摄影师耗时1年在全国各地拍摄的。为了追寻这段历史影像的拍摄过程，我们找到了依然健在的老摄影师庄维先生。这是那个新颖的摄制组啊，这是我爸庄维，90岁了。那是我妈妈，也90岁了。这是编导小刘。小刘啊，来坐吧。那时候北京城里边呢，很少有树，景山只有一棵歪脖树，其他山上没有树。毛主席他们从西柏坡来北京的时候，在南苑机场下车的人呢，都是满脸的黄土，车上的人呢下来以后互相间，你给我打扫，我给打扫，感觉到北京
也应该改造改造了。那时候北京有公共厕所的地方没有几个，除非宾馆那什么，一般街道也没有什么什么公共厕所，好些地方没有自来水，都是机井和鲁路井，都是这么落后。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脚泥，老鼠满街跑，苍蝇到处飞，如此这般何谈健康。要想彻底灭绝四害，就不能放过任何一个角落。街坊们用六六粉的烟来熏下水道里过冬的蚊子，连孩子们都懂得不能让一个苍蝇漏网。我们也再不允许疟疾和大脑炎危害人们的健康。在1952年爱国卫生运动中，以每鼠每年吃8斤粮食计算，所有被捕杀的老鼠一年消耗粮食便有10亿多斤。北京协和医院95岁的呼吸内科专家罗卫慈老人至今都记得他当年作为学生到农村排查鼠疫的经历。50年的夏天，我们不是又到暑假了吗？暑假了呢，这会儿呢，因为西北呀、张家口的更高的一个海拔的草地里头，发现说是有耗子死了。耗子要死了，其一呢有可能是鼠疫。那这么一传到北平呢，北平呢华北人民政府就有点着急了。那会儿刚解放啊，再来一个鼠疫流行可了不得，所以就很重视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就被派去了，去做这个鼠疫的防治工作。就是刚才那个恰罗达古也写了灭鼠啊什么。耗子呢，那会儿不是我们家里的耗子这么大，它是大眼的，是这么大。我们每天早晨都出去，从洞口倒水，一倒水耗子在里头啊，它就往外跑。我们呢用手都把着那个洞口，它一出来我们就整个就逮着，解剖耗子，然后染色切片完，然后用高倍的显微镜来找这个有没有那个鼠疫菌。当时有无数像罗卫慈这样的医务工作者奔波在全国各地驱病防疫，排队打针是人们经常看到的场景。由于普遍实行了预防注射，基本上消灭了过去曾对人民生命威胁最大的急性传染病天花、霍乱和鼠疫等。新中国成立之初，传染病肆虐的主要原因就是生活环境恶劣，比如北京著名的龙须沟。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呢，就是龙须沟。这里因为老舍先生的同名戏剧作品而闻名遐迩。龙须沟讲述的是一条臭水沟，在新中国成立之后被整治一新，老百姓的生活发生巨大变化的故事。如今，那条臭水沟已经不见了痕迹，仅留存在了影像资料里。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龙须沟还在不断的升级改造之中。龙须沟它现在的话目前是雨污水混合的排放，那么在这个龙潭西湖这里的话，它经常会发生的溢流。能不能再把那个现状的那个管线的情况，包括当年的设计文件的情况，然后再仔细再摸一摸，然后看看当时老一辈设计工作者当时对龙须沟是有什么考虑？据了解呢，目前现在健在的还有就是原来市政设计院的张中和同志。如果有可能的话，你去拜访拜访当时张老。沿着龙须沟住的人呢，也都是最穷最苦的人，什么样的人都有。
那味儿臭极了。我曾经去看过，看过那个味道是特别难闻。熏的人，所以整个那个施工过程里头啊，那个夏天，这个午饭呢，我很少正常吃午饭。就这臭沟臭水，臭人臭地，您可叫我怎么办？哪有咱们的份儿啊？原来那个龙须沟啊，就是明沟，明沟啊，排水啊是比较最原始的，你排雨水也可以，排污水也可以。改造这龙须沟啊，就是把它明沟排污水啊，改成了暗沟排污水，这是这个很得人心的事儿，是吧？这是从龙须沟一路修下来的龙须沟下水道工程。龙须沟是北京天桥东边一条有名的臭沟，解放前这条沟里完全是臭水脏泥，久不清除的垃圾和粪便，严重地损害着人民的生命和健康。人民政府进行了巨大的翻修工程，把这条明沟改成暗沟，向东流入护城河。我们现在按照这个北京市的要求建设这个绿水青山啊，按照这个那个新的指示，所以我们要来治理这个龙须沟下泄的这个溢流污水。那除非你把这个也预备溢流进来的东西啊，就全截走，单做一个池子。哎，对，在这个池子里头，对，处理，用化学方法处理。对对对对，是处理完了，对，把排走。龙须沟边的金鱼池也成了乘凉的好地方，当晚附近的居民都到这里来游玩。空气要干净，吃水要干净，这样人才能保证健康。北京现在绿化最惊人了，北京的整个城外全部是人工林，所以咱们国家的变化呀非常惊人。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提高警惕，保卫祖国。新中国刚刚成立，可以说是一穷二白，各方面啊算是都是要百废待兴的啊。可那个时候呢，也需要增强人民体质才能承担这个重任。最早的那是51年了啊，1951年，半个多世纪了，各行各业都需要建设，需要发展，也需要身强力壮的人去从事这样重要的工作，就需要通过体育锻炼这么一种方式啊，锻炼身体保卫祖国，锻炼身体建设祖国。锻炼身体的效果在运动会上应该是最好的展现。新中国第一届全国运动会举办于1959年，当年的运动会谈不上豪华，但比赛项目仍然多达36项，上万人参加比赛。尽管重要的是强身健体，但打破纪录的也并不少。预备，广东的周玉光以14秒4的成绩打破14秒6的全国纪录。著名的撑杆跳好手广东蔡一树获得冠军。程秀云以13.97米的成绩打破了13.62米的全国纪录。最重要的纪录是国民身体素质的提高和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人民的身体健康既要靠讲卫生不生病，更要靠勤锻炼多运动。现在我们到处可以看到运动健身的人群，无论是老人还是年轻人，
大家的健康卫生意识越来越强，方式也越来越多样。到2018年，我国的人均预期寿命已经达到了77岁，这比新中国成立初期的35岁增长了一倍还要多。不仅如此，从2019年到2030年，国家开始实施健康中国行动。这个行动所涉及的内容很多，但是据我了解呢，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不仅让咱老百姓活得长久、活得健康，还要活得有质量。新中国成立后的前几十年里，很多首次来北京的游客都会把第一站选在天安门广场，在这里拍下一张珍贵的照片是最值得骄傲的。咔嚓一声，天安门就和他们连在了一起。下一步去哪儿呢？顺着长安街向东，不到1500米就到了王府井大街。这里最吸引人的就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第一座大型百货商店——北京市百货大楼。拍摄于1955年的首都百货大楼，让我们一下子回到了百货商场时代。或许你能从中和你的长辈们重逢，那时他们正年轻。二年级的小学生杨真芳和他的妈妈，从今天起就可以坐在自己的房间里收听他们最喜欢的节目了。这里集中了全国最全最新的商品，顾客们比肩接踵，熙熙攘攘。人们未必要买些什么，但这理想生活的橱窗是一定要看看的，难怪人们叫它新中国第一店。未婚夫妇的看法是最容易取得一致的。建立小家庭，这也是不可缺少的用品。因为这次拍摄，我们请来了百货大楼一些老员工。李师傅是当年第一批售货员。李哥，您看这特亲切吧？就是。您那时候去大楼刚开张的时候，您就在那儿，一看这就是这样吧？这是您老本行了。老本行怎么都看不见一个熟人了？会。那时候一开始就招了我500元，其实我就去，就是9月25号开幕啊，我们6月份就去了，那楼啊刚盖起来，地屋的土还什么也没有了，我们这人去干什么去？晚上跪着擦的地板，是吧？夜里扒玻璃柜，扒修来了。那是白天那柜子，我们抬玻璃柜的往里头。那会还有年龄要求呢吧？啊，有啊。岁数太大了不行是吧？对，最高的反30岁以下，我那年27岁嘛，55年。这一波是说那时候就说我们百货大楼元老，元老就是这叫500人，特别骄傲，因为十个这个职工也不能挑他一个。那时候啊，在百货大楼，一个是糖果柜台，一个鞋帽柜台是最忙的一个柜台。最开始不是有什么张炳贵那个专柜嘛？我妈妈那会儿特意带我来，然后小时候因为那会儿我觉得，哎，今天你要是说这，我们又买了。我妈今天特意去专柜又买了点儿。又来专柜买糖来了，找张炳贵的儿子了得。啊，是这个，这还是比较有特点的。对对对，小时候还挺甜蜜的记忆。比较好的奶油，进来多少年了啊？
他就是张炳贵。虽然那时没有粉丝这个词，但他的柜台前常常围满了顾客。顾客既要看人，更要看他的绝活，一抓准和一口清。在燕京八景之外，又多出这第九景。买半斤糖果回家，就可以炫耀地说这是张炳贵的糖。你还要要？李哥，李哥，你还要点什么？就对顾客一种尊敬。这服务讲艺术，艺术呢是全方位的，面部表情、站姿站位、拿手拿盘抓糖，这都讲究。啊，咱们这白蜡楼有一种糖是特殊的，叫东方红，强力，那个是蜡纸包的，2.5毛一块。我还特意来看，咱这没有。那没有吗？尽管老顾客有点失望，但张炳贵的一团火精神并没有丢。卢秀妍是张炳贵的徒弟，徒弟的任务就是传承。我跟张炳贵师傅啊，跟他在一块接触时间比较长，接触这个过程中呢，张师傅实际上跟我们讲了很多很多为人民服务的这个道理，必须发扬企业的一团火精神，实际上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这种精神。你卖点什么糖啊？买点软糖啊，有点水晶糖好啊，适合老年人吃啊，我就给你拿啊，给你拿。这座雕像呢，就是历史影像当中的张炳贵。他也许不会想到，现在呢，我们已经形成了网络购物、快递上门以及移动支付为主要特征的消费生态。移动购物已经成为了当代中国一张闪亮的名片，呈现出一个国家创新而又蓬勃的力量。百货商场或许不再热闹，但电子商务和快递公司却成了大产业。为了应对越来越多的快递邮件，连分拣包裹都实现了智能化、自动化。客户点点屏幕或鼠标，一件件心仪的物品就被送到了家中，一顿顿可口的饭菜也立刻来到了手里。大街小巷往来奔波的外卖小哥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连共和国70周年的欢庆队伍中，也出现了他们亲切的身影。曾几何时，中国老百姓幸福的标志，不过是拥有一辆名牌自行车。中国，有人说这是一个自行车的王国。全世界拥有的自行车已经超过汽车的总数，突破了5亿辆，其中1亿3000多万辆在中国。平均不到2个人就有一辆自行车。从5、6岁的儿童到70、80岁的老人都喜欢骑自行车。骑自行车已经成为中国的一种时尚。刘永恩作为这部影片的摄影师，当年一定想不到他们的真实记录会成为一个时代的绝唱。说是当时刘玉凤啊，他是考虑啊，这方面当时这个自行车呀，应该也在中国是一个特点嘛，有特点，是一道风景线，作为这个城市当中主要的，因为上班呀，那个出个旅行啊，都离不开自行车，也会那个姑娘都提出三大件。就是自行车、手表、缝纫机，没有四大件你甭想着结婚。当然，按这个标准，这倒是一种独特的谈情说爱的方式。
这可不是杂技演员，这是新娘啊。浩浩荡荡的车队，载的是她的嫁妆。一辆新自行车又往往是必不可少的。那个药厂啊，药厂上摊子啊，瓦罐呀、啊、什么都是靠这一切，行，他们行着呢，进了一切，人技术高着呢，能带五六百斤呢，呵，多呀。但是我们派的几个好几个，好家伙，带那个杠的，大杠的，一个大杠就是那有这么老粗那个大杠，那个杠口啊，那一个杠才250斤，带四个。如果说刘永恩用摄影机拍摄的是转动的自行车王国，那么著名摄影师王文兰用照相机拍摄的就是自行车的定格瞬间。王文兰30多年前开始用相机记录自行车的变迁，并出版了摄影集《自行车的日子》。他的照片里记录了一个修理自行车的摊位，不知道今天是否还存在。那会儿呢，你看北京啊，当时我们骑着车子就从这儿骑过来，哎，我就发现呢，这个马路边上呢有一个修车铺，上面呢各种各样的零件都非常齐整。当时这样的修车摊呢是整个北京城啊星罗棋布，走哪都是，所以你就不担心你这个车呀在哪块骑坏了，马上你就有临时的这种诊所啊，有大夫给你修理，那能把你的病治好。现在呢就说是汽车没有很明显的这个自行车道路，看见没有，四个轱辘把两轱辘的空间啊慢慢都给全给干没了。这语气中似乎带着些无奈，但无可否认，四轮时代的降临恰恰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写照。尽管曾经的自行车王国变成了汽车之都，也因此产生了一些环境问题，但汽车的普及正让中国人的视野看得更广，足迹走得更远。近年来电动汽车的发展也使环境逐步改善。令人深感意外的是，在2019年的国庆游行中出现了一支青春洋溢的自行车队伍，他们按着车铃，摇着纱巾，热情奔放，怡然自得，瞬间把人们带回到那个充满梦想与浪漫的年代，它是自行车的年代。如今自行车又回来了，它一直就没有走远。每到周末，小罗都会来到这家位于北京的木工房做一件有趣的事。90后的小罗正在教大家用竹子制作一辆工艺自行车，这种时尚且个性的娱乐方式吸引了许多自行车爱好者。我是觉得就是应该给我们自己的双手一些时间，然后你会发现很多很多生活的可能性。如果我们的双手可以解决很多问题，那我们的生活是不是会更自由？那时候身体很瘦弱，一直到23岁都没有学会骑自行车，看到别人骑自行车就觉得好自由，像在飞一样。现在的话，我会觉得自行车不仅仅是我的工作，也是我生活里面很大的一部分，它会让我的身体更加轻快。我有空我就会去骑车，这个过程当中带给我很多的思考。竹子的话，很多人会觉得它有一个环保的这个象征意义，那我们也许我们今天的生活也可以有一个更环保的选择，更加积极的这样一种生活态度的话，也许你会更开心。现在的自行车功能更加多元，也更加科技和时尚，它成为另一条生活道路上的风景线。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来说，自行车已经不再是当年必备的交通工具，而是一种展现个性、追求健康、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
我身后是一条专用的绿色自行车车道，它是2019年6月刚刚开通的，从回龙观到上地的一条专用自行车车道。大家看到了，它的路面净宽呢是6米，平均车速为每小时20公里。这个高架桥呢，它采用的钢结构，简洁轻盈，与周围的环境很好的融合在了一起。我们曾经的生活目标就是吃饱穿暖。而当我们开始把生活与环境、绿色、未来这样的话题联系在一起的时候，那就意味着我们的生活水平已经达到了更高的层次。哎，那你接完孩子以后，要是方便的话，好，明天给送过来吧。志华，回去吃饭。哦，办成了，好了，好了，好了。喂，你好。像这样的电话，一般年轻人的家庭当中都不会再用了。如果想安装的话，也基本上都是免费的。但是在刚刚纪录片问世的时候，电话在中国还是一个奢侈品、稀缺品。由于生活节奏的不断加快，电话的需求也就不断高涨。打电话难，装电话更难，于是有人恳求，有人咒骂，更有人在留言簿上干脆写道：“当时我们拍的时候就跟着他，骑着三轮车，坐在三轮车上，完了跟着您骑自行车。那时候没有这个移动轨，也没有别的，没有什么，都是坐在那个拍的。”尤金华是这部纪录片的灯光师。28年前，他在拍摄中与片中的劳模董桂珍相识，如今他们再次相见。我们当时就利用这个一个小三轮车跟着，我在前头扶着那车，因为他那个车要推的要一定要非常稳。我记得还把那自行车气放了放，如果是时间太怕它颠。共产党员董桂珍不吸一根烟，不沾一滴酒。除了表扬信和锦旗之外，真正像中国成语中所说的“两袖清风”。哎，孟儿啊，啊，我老董，你给试试那话机啊，喂，找一下郭建清。啊，妈妈，我告诉你，咱家电话通了，高兴吧？您看一下，我们这儿有一个这个展板啊，专门介绍的就是咱们。90年代初期，这个电话大发展的时候，您可以看看，是吧？这我觉得您感触也颇深。这就是当时那个情况，我当时就在西单那局那儿排了1个多小时队，完了才递交了这个单子。您那时候多少钱？5000多，交了5000多，等几个月，很正常，是吧？我等了。3-4个月，我们那张图上也反映出来这个问题，就是说收完用户的钱了，给人装不上，啊，这叫代装户。代装户就是等几个月很正常，甚至说等到半年多，是小一年得有可能的。哎，董总，您看我们这儿还有一个展品啊，这个展品呢也很有特色，这应该是80年代后期啊，这是原来北京日报的美术编辑给电话局画的一张讽刺漫画，是说当时电话局的那个电话太难打了，打不通。所以呢，就画了一个愚公打电话，这个，愚公说了，这个电话局的电话再难通也不要紧，反正我死了还有儿子，我儿子死了还有孙子。当年安装火爆的电话和刚开始流行的新型通讯工具，如今都已经收进了博物馆，但人们的情感交流却因为通讯手段的日新月异变得更加密切。到我们中心来了，执行姐教育服务中心。好，这是我们现在的执行电话，我们赵明在拨。哎，你好，哎，
你好，我听你的声音像个小女生。那知心姐姐重复一下你的烦恼是吧？就是因为现在马上要毕业了，然后可能有很多的同学要离开了，你心里觉得特别不舍，对不对？我给她出个主意。嗯，哎，等一下，还有一个知心姐姐想跟你说一些，然后出一些主意告诉你，好不好？嗯，好。你坐，坐，你站着。你好，你叫什么名字啊？卢琴，作为儿童教育专家，似乎有些高不可及，但只要一提起知心姐姐，一种亲切祥和的声音就会出现在许多人的青春记忆之中。这个声音来自于当年全国第一个面向少年儿童的心理咨询电话。我们原来就是一个栏目一个电话，现在呢我们已经发展了很多的，有夏令营，咱们的营旗营服啊，然后我们还有很多的教育培训的文化产品。这是我们一个孩子他自己手绣的。当年的那个中国少女网的知心姐姐栏目用的就是这个图像。我这有两个，昨天有一个小孩说他复习抓不住重点。嘿，通了。嘿，给我。喂，知心姐姐吗？又是你们几个呀？我们跟您说，当时每天都有上百个孩子打来电话，诉说自己的各种烦恼。我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好吗？好，知心姐再见。知心姐姐再见。啊，再见啊，拜拜。你好，耶，你好，你叫什么名字啊？如今知心电话依然畅通，只不过孩子们的选择更多了。电子邮件、手机短信、智能音视频对话，他们似乎总能够在第一时间掌握这些通讯手段，自然也成为他们寻求帮助的新途径。智能信息时代，地球越来越小，人类生活的依存度也越来越高，但这正是时代发展带来的机遇。这些年我们的生活发生了许多的改变，国家办成了一件又一件的大事儿，也滋润了我们老百姓的生活。去到农村，你会看到山青了，水绿了，来到城市呢，你会发现天蓝了，气清了，老百姓的心情也越来越舒畅了。当然了，我们每个人的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千万别忘了咱们的老街坊和穷亲戚。这么一想啊，其实我们就更能明白为什么中国会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为什么我们在精准扶贫、全面小康的路上，一个都不能少？接下来，我们一块儿来看一个纪录片《辉煌中国》。在这部影片当中，就记录了这些年来我们中国的变化和成就。在2018年播出的《辉煌中国》中，发生在云南怒江老母登村的一件事颇有意味。告诉大家一个很惊喜的消息，过两天我们家要来一批国外的朋友来我们家做客。这次令村民们高兴的是家里来了远方的客人。来自乌拉圭的客人们这一次是专程来取经的。老母登村借助发展生态茶园、民俗旅游等特色产业实现精准扶贫的做法让他们很感兴趣。Pero además que cuando hablas con la gente aquí lo ves, la gente comprende eso, lo hace propio, y eso es un valor formidable. 这些房子都是最近几年新盖的，有水有电。村民九者东告诉客人们，这个中国办法叫整乡推进。令乌拉圭客人感受最深的还是老百姓们脱贫后发自内心的幸福感和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安吉渔村是浙江省一个典型的小山村，竹林四海，但是发展经济的单一诉求曾经使这里的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直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理念的诞生，曾经的美景重新
回到了这里。这座山是胡青宇小时候常来的地方，由于开山挖矿，整座山都曾变成黑的。然而当胡青宇从外地回到村里，发现矿山早已关停，青山又回来了。如今安吉作为中国第一个生态县，获得联合国颁发的人居奖。胡青宇不走了，开办起的漂流旅游项目每年接待50000多游客，一年就挣了200多万元。水大干净，很自然。从靠山吃山到养山富山，守住青山绿水就守住了财富。环境就是民生，蓝天才是幸福。曾经我们对美好生活的理解是吃饱穿暖，后来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如今则是绿色环保健康宜居。幸福生活来自创造，幸福生活更需要维护。在几十年的影像记忆里，与新中国的每一个历史瞬间相聚重逢，亲切之外，感念更深。中国人不怕吃苦，勇于拼搏。中国人也不乏智慧，充满梦想。回顾是为了展望，珍惜是为了进取。很幸运，今天我也成为了历史影像的记录者。我们记录着历史，我们也参与着历史。我希望在未来的某一天，我们的子孙也能在影像中与我们